现在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躺下来看星星，你愿意吗？我想要看妈妈。妈妈有另外一个男人。为什么？就这里，那我们现在一起躺下来看星星。妈妈很久没有跟男生躺在一起了。旁白跟爸爸五月天阿信一家三口躺地看星星，陈太太们集体崩溃了。是总带给歌迷希望的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，1月7号在台中最终场满是亮点呐、啊！主唱阿信给了病童力量，想帮我的孩子们点一首歌。1月1号，他们没有点到很难过，哎呦，手举到都抽筋了，然后还没有点到。他生病，然后住院住17天，然后还跟医生拜托，因为我只有买到1月1号的票，然后他说他想要来看五月天，然后我带他看完五月天之后。2号就回去打化疗了。所以我真的是为了他点的。他要听什么歌？我给你，你给我。也帮叮当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7月8号，你都记得？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的小巨蛋演唱会。嗯，那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。那一天刚好是我的大学的毕业考试。原本我本来是要去学校做老师，然后没有想要出片做歌手。可是就是那一天晚上，那我决定站在舞台上。看到那个时光机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很感动。我相信五月天带给我的是幸运。我想从来都没有一个机会在一个舞台上让我可以很好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五月天，谢谢。还圆了单亲妈和她孩子的梦呢。你今生中最喜欢的偶像是谁？你今年几岁？那你知道五月天几岁吗？我不是说人哦，我是说。现在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躺下来看星星，你愿意吗？我想要看妈妈。妈妈有另外一个男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俩离婚了。我是你的妈妈，下来，下来，你下来。你坐这里。那我们现在。一起躺下来看星星。妈妈很久没有跟男生躺在一起了。我想一直躺在那里。三立娱乐新闻真浪漫啊！报道。